干啥呀？你别出来像个二逼似的啊！天天的，好好拉粑回家了，快点的。你快点的，拉粑回家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盘点全网那些别人家有趣的媳妇。你回不回家？回家。走呀。没试过。不买。不。不买。我哭了。你哭。我打过了。你打呀。买个西瓜嘛。买个西瓜嘛。买个西瓜嘛。没有一点真材实料，怎么保护我的男人？我自己能保护我自己。我们可以换车了，快！我假车，保险不是老婆开的，是假车吗？先报警，先报警！我们赶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。哎，慧敏，你说少女跟少妇有什么区别？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跟少女独处，少女羞涩；你跟少妇独处。你羞涩、媳妇儿，你用林黛玉的声音录这一句，我晚上挨着你睡可香可美了，你知道不？我晚上挨着你睡可香可美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再用这个薛宝钗的声音再录一遍。我晚上挨着你睡可香可美了，你知道不？用这个王熙凤。我昨晚上挨着你睡可香可美了，你知道不？你用容嬷嬷我试试。皇上，奴婢昨晚上挨着您睡可香可美了。皇上，奴婢今儿晚上还想挨着您睡。不是你连我生日你都记不住，这又是你哪个前女友生日啊？你说呀。今天是我生日。这连生日都瞒着我，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出来，谁也别好。你在怀疑，你在担心，你在拒绝我靠近。谁呀、啊？我操，一块钱！我去，五块。我去，十块，这不发财了吗？二十，我的天哪！这娘们可不想好人了，你家呀？一个字，绝！我旁边躺了个傻逼。你旁边还躺个傻逼？你旁边是大傻逼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你旁边所有人都是大傻逼。你不说了吗？面子，你回来就能给我当孙子吗？面子我给你了，孙子你就这么当的呀？那你看哪个当奶奶的不是宠过孙子、惯着孙子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忘戴口罩了。啊？出门你不知道啊？咋进的？我以为兜里有呢，一摸没有啊？你那有吗？我哪有？我有啊。你快去买一个得了，快点的！这荒郊野外，连超市都没有，往哪买去啊？哎呀，咋整呢？洗口罩啊！我有办法，来来来！你干啥呀？这瞅着等着就完了。口罩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你是真有才呀、啊！你带吧。
给你个惊喜，过来。啊，这边这边。什么惊喜？别动啊。在哪儿？好了，摘眼罩吧。什么？你怎么还不起来？你今天不是要出去吗？不去了，我没有衣服穿了。啥？没有衣服吗？啊？你是咋了？没有衣服穿了？啊？一件衣服都没有了吗？啊？哎呦，真的可怜啊！哇，一件衣服都没有。哇，真的就是不知道哇，怎么办？没有衣服怎么办？啊？没有衣服怎么办？我问你，啊，怎么办？呀，一件衣服都没有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干什么？干啥？不是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老婆，你等一下，你看这边。干啥？你看这谁呀？秋浩，咱俩属马，咱俩的宝宝属牛，我靠，牛马家庭，牛马家庭，咱俩。哎，这是个啥？哎呀，你捡它干啥呀？打一个试试。哎，你别打，你别没事没事。怎么公司这个点打电话，真烦人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你这个骗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有这么好看吗？都是骗子。哎呦我去！你想要 iPhone 13 Pro Max？ 你需要做什么？测试。嗯。那我有选择是谁的事的权利。你想做什么？成人的不行，成人的太重了，一次婴儿的。然后洗脸不行，哎呦我的妈，吞不下去，捂一嘴。那我真的分量我也可以选择吧。哎，那你选择，既然要选择婴儿，那你分量就要多一点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你听说童子尿吧？听过，但我没听过童子屎。你咋的呀？我妈结婚了。你还笑呢？新郎是你爸。替你开心。那咱俩不能搞对象了。那搞屁了，搞吧，都结婚了。起来，分手吧，滚。今天王二喜全部不在，突然觉得好无聊哦。我们原来其他事都无聊。要不龙哥，你跳个钢管舞，等我看一下 ，OK 不？五一你要帮我配漂亮点哈。好嘛 ，OK。快点，钢管都给准备起了。你要把它整死。长得漂亮，跳啥子好看？去，这话我爱听。找这么半天咋还没到啊？你记不记住到？你不说你记住到了吗？在前面呢，没到呢。我记哪个路口？哪个路口啊？找到就过四五个路口了。搁那路口，杨哥路口吃草呢。你还搁站半天，这时候你搁那找羊啊？你是单点脑瓜有毛病不？你是单点有毛病是不是？就搁路边吃草，记那个道口。几点了还吃草？啥时候事儿了？那我就记得吃草呢。不
你哪有这么省钱呢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你省钱，你也不能在厨房里面，嘿，你安生路灯啊？那这主要你就几秒钟，它自己嘿就灭了。那我这一个碗我都刷，嘿，啊，这费嗓子这。嘿，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到家了呀。你干啥去了？我吃饭去了。跟谁吃饭去了？你啥意思啊？不信我呀？不是不信，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之后你想一想跟谁吃饭去了。哎妈呀！我给你拉下了，我这就接你去。这脑子一天想啥呢？哎，又咋的了？咱在哪儿吃的饭？哎呦我的妈！找你这个二货！哎呦，谢特妈子发克。让你回上去，让你给我冷战，给我温暖，哼，哼，你说你哄一句不就好了吗？哄一句不就好了吗？睡觉，小鸡鬼，不要不理我。我就要吃这家，那家不好吃，咱听话好不好？咱回家吃行不行？不回家吃，嗯。老公，我姨妈走了。姐也顺便。啊？我说的是我大姨妈。啊？我一直以为你只有一个姨妈呢。姐也顺便啊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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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Later. 我妈呢？你都不跟我说一下，刚愁死了这样子。我妈不知道你要搞这一出啊。哎呦，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可以出来亲亲我。哦，你爱我，你爱我。再玩游戏，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叫你一声爷。那你先叫我。你先叫我。你先叫我。爷爷辈分高，你得先叫我。爸。哎。该你了。我什么？爷爷呢？爷爷在此。爷爷在此。老公，你说一个100的可以换俩50的，那明年你36了，我能换俩18的吗？你给我画的这是啥呀？嗯，太磕碜了，一点也不像我。你撒谎！我多可爱呀！你这画的是啥呀？啊！官人，夜已深沉，红烛过半。我们还是早点安歇吧。你不知道我喜欢黄蓉吗？靖哥哥，你快早点睡啊，那明天一早还要起来搬砖的。嗯，那你用女儿国国王的声音哄我睡。玉帝哥哥，你就闭上眼睛吧，否则我就把你拖进小黑屋扎上个千百回。 Oh God, please no, no。 老公，这个就是我培育的食人花。你在笑话我吗？没有啊，太吓人了，我都怕。真的，等他长大了，他想吃谁就吃谁。哎呀，那你这真厉害。你千万别碰，你要碰的话，他该咬你了。疼啊，好疼，我连根给你拔。啊！呀，回来了。啊，老婆，我喝多了。又去喝酒。你去卸个妆呗。你去卸妆干嘛？我想吐，我吐不出来啊，我吐不出来啊！滚！哎呦我的妈！老公，你干啥呀？不是，你站那儿！
别动，别动啊！我来睡觉呀，我能干啥呀？你睡啥觉呀？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一点都不自觉呢。都说了不让聚集，不让聚集。有人，就咱两个人啊？俩人也不行，得分房睡，不能在一起。我有码。你有什么码啊？你有码？我有健康码，金码。金码也不行。走走走走走。现在形势多严峻呢，你得支持工作。下次再来，我举报你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，滚！嗯，我不是你媳妇儿。达令，滚！亲爱的，滚！娘子，啊哈！好了好了，妈咪，我看到我的丑陋的面孔了。你一点都不丑陋啊，对吧？我的学生看到我丑陋的面孔了。一点都不丑陋。你再喝多。老公，老公在，老公在。学生看到我丑陋的面孔了，我怎么变成老师？没事，你永远都是他们心中的老师。不会。没事没事，走。我跟这个栏杆粘住了。是吗？这个栏杆粘住我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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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不要。你要干嘛？你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哪一个是你？媳妇儿啊，起来收拾收拾吧，晚上拖拖地啥的。哎呀，睡着了，我这还合计收拾完屋出去带吃点烧烤啥呢，这也吃不上呢，拉倒吧，别去。哎呀，醒了。哎呀，你说自己都信了。就是看一下。哎，来，你对我说一下。来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人拿洗洁精洗肉，我采访你一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，我想它油，然后用洗洁精可以去油，然后我脑子不知道是不是熬夜熬傻了，短路了，然后现在反应过来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浪费了呀？来，你放着，你放着，放着。嗯，你出去，你出去。嗯。这样，你坐沙发上，你搜一下，看看还能吃不能了，然后顺便点个外卖。以后厨房你就不要再进来了啊，宝宝啊！嗯，不要叫我宝贝。绝！记得关注再走哦。